梦境社畜的周末日记33，整理给我。胡萝卜汁。吃完准备出门了。秋叶原果然很二次元。来给我哥买手办礼物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虚拟爱豆吗？剪完了，又是呆瓜发型。火鸡火燎赶来优衣库，社畜只配买衬衫和白T，溜了溜了。